印度为防学生作弊，学他校要求纸箱套头被骂翻。印度一间大学因为在考试中要求学生在头上戴上纸箱，照片传上网后引发众多批评。根据 BBC 报道，这些照片是印度南部卡纳塔卡邦巴格特预科学院在化学考试的时候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学生头上都戴着纸箱，为了预防有人眼睛乱飘。根据 BBC 印度报道，该校的行政人员已经公开向地区长官道歉。校方负责人 MB Satish 告诉 BBC 印度，学校是因为看见其他地方也用这样子的手法，于是想要实验看看。他说学生甚至不介意要带自己的箱子，他也补充并没有强迫学生要带上那些箱子。随着照片在网络上疯传，该地区的官员也立刻到学校关心，学校已经确认箱子都已经丢弃了，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学校说他们是看过别的学校也用了这个方法，避免学生作弊。小编猜想该不会是在说这个吧。之前一名高中老师为了阻止学生作弊，也祭出了这种创新的防作弊方法，就是把纸箱放在学生头上，结果引发争议。 Excelsior 报道，这名老师 Luis Juarez Texas 在墨西哥奥科特兰的高中教书，为了让他道德伦理课的学生不作弊，他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方法。所有学生同意在考试前参加这个活动，每个箱子都有两个洞，让学生能够看出去，但是看周围的视线则被挡住了。不过在照片流出而且在社群媒体上疯传后，有些家长气得跳脚，说这纸箱根本是侮辱人，而且很暴力。蛤？暴力吗？在家长反弹后，学校发出声明说，这只是一种动态活动，要帮助学生的心理发展。其实学校可以直说，你家小孩太常作弊了啦。社群媒体上的留言大部分都非常震惊，支持老师的做法。不清楚这个纸箱之乱有没有进一步的调查？难道说要跳脱框架思考，就得先进入框架吗？